这是不种鸦片这个问题吗？是。你说对于这个问题的话，作为人民来讲的话，大家都相当赞成国家的这种做法，也比较支持我们特区政府支持我们这样做。当时的话就必须要有一样东西，有这个其他的农作物来代替，因为这个地方除了这个种这个东西，没有其他的能够的话，所以说它生活就成问题了。